机的景气加速升温，国内业者一月份的营收普遍开出了红盘。亚威表示，最近中国大陆还有欧美等地汽机车的需求是增加的哦。第一季的业绩看涨，至于亚威订单能见度更是排到了五月份。其他的厂商虽然业绩小幅衰退，但是由于去年同期比较基期是低的，那么今年第一季的表现营收会不看淡。